筋骨酸痛是真歹治，放咧唔管可能阁引起愈严重的发炎。中医师就表示，即马透过传统的针灸技术，结合现代医学的手术刀啊，用这款合作小针刀的疗法，只要几分钟，就会当改善酸痛的问题，唔免动手术。用设备点出穴位，再阁进行消毒，所来利用小针刀插入穴道，拨开软组织的黏膜啊边边，短短几分钟，就会当有效解决颔管的痛痛。一个这个68岁敬先生，正手点点夹袂起来，经过西医诊断时，更加会断食筋膜炎。虽然有福建猫食药啊，暗过也是点点痛痛。这样子举的时候旋转都会痛，吃了很多药，贴了很多那个药布吼，那今年又复发了。歹治疗的软组织损伤，也是动静的筋骨关节疾病，在中西医整合介入，会当有加强医疗效。中医师是讲，把传统医学的针灸的针，加现代医学的手术刀，结合做小针刀疗法，是融合两个的特色甲原理，会当剥离筋膜、神经、血管中央软组织收敛的病变。原则上就在肌痛点去松解，效果在一般单纯的筋膜病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好。那针灸是穴位的反射，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机转，可是在中国2000年前《黄帝内经》就告诉我们要这样做。中医师表示，小针刀对一般疾患的肌腱炎、神经痛，还是疗效无好的长期酸痛、慢性痛痛，拢有特殊的疗效。为2000年至2021年，小针刀的文献有2000多篇，一届干那针一个，都会当短时间重新改善血液循环，也加筋骨的痛痛，提升咱的生活品质，让病患免受手术治疗的艰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